走一走，谢谢大家。什么欢迎张小曼、李欣欣。知道吧？大家来到泽泽啊，星星校园报，星星就在这儿。我是本档文脉主播张小曼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关注。你们点点关注啊，还差十几个就3600啊。有免费的小黄花可以走一走，然后我要说什么来着？然后我跳个快的吧，啊。跳个那个广场舞。
我看到有人在问怎么点关注，手机左上角黄色的那个小星星，点一下就关注了，再点一下就不那个开真爱，然后电脑是右边那个直播时通知我，然后哥哥们可以把这个星星点一点，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其实是好累啊，歇一会儿。谢谢那个哥哥点赞。最后一支舞蹈的时间，那我跳一个快的还是慢的呀？
跳得快的吧。这个没跳完就轮麦时间就没了，我要把它跳完吗？好累啊。